前国九霄城督察卫的小巡卫，虽然我有心想做一个称职的巡卫，过来。但由于我天生体弱，无感见识，我小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，时常会因为突如其来的体寒感到晕眩，所以这么差事的大多时候被同僚们贴瓜、沏茶、整理打扫，便是我的人生。哎，娟儿，啊，你去催一下我的房，我现在怎么还没好？好嘞。也正因为如此。 我被宗师认为是一个无用之人，偶尔倍感压力。看看，看看啊！一个没用的裙带裤，可真是督察卫的笑话。所以能睡上一觉，就是我每天梦见烦恼的最大盼望了。别让我沾着你啊！深更半夜滋事扰民，小心明天你就进督察卫。真是个真草。烦死了，睡都睡不好。 赶紧醒醒酒啊！衣服，你不可以再喝酒了。你天都在喝，你说没压榨的那么紧，不喝口酒放松一下，那哪能行？哎，你说一共失踪了四位大人，他现在才找到两具尸体，再找不着线索，恐怕剩下的那两位大人也要凶多吉少了。我看肯定就是齐人犯的案子。齐人怎么了？齐人犯的案子，你们就都怂了。 一副最近还学了一个齐人的童谣呢，我唱给你们听啊！哎呀，都挺好了。齐人的童谣啊，一口咬掉佳人手，土在白河臭水沟，一口咬掉佳人脚呀，土在城外娘娘庙，娘娘庙，娘娘庙，好听吗？佳人手臭水沟，佳人脚娘娘庙。
衣服，你再唱一下刚刚那首童谣。这步啊！哎呀，义父，你快点起来，再给我唱一下呀！你快起来，你赶紧！严总使刀，胡八道，给我弄起来！ 哪个王八蛋？哪个混蛋？严宽，你个王八羔子！胡八道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才是巡卫总使。哦，当班饮酒，这次可被我抓到了吧？抓我？我当年抓你的时候，你还没那么拽吧你？胡八道！严总使，衣服酒一未醒，言行有失，您多多见谅啊。严总使，不过。 我义父之所以喝醉了，那是因为他去酒肆打探消息去了。打探消息？那我倒是想知道，打探的是什么消息啊？老胡，你早上不是告诉我你去这个酒肆打听奇俗吃人的那个童谣吗？你发现里面的内容跟两个死者的状况一模一样，就连抛尸地点都一一对应着。家人肉，臭水沟，家人脚，娘娘娘。 严宗师，奸淫寺的李大人死的地方就是臭水沟，失去的是右臂；运粮寺的刘大人死的地方竟然是娘娘庙，失去的是左腿，无一不跟其人的童谣暗合，哦，非常之相似。嗯，所以，我义父的意思是说，这很有可能是一桩预告杀人案。要想知道那两位大人的去向，这线索就在童谣里面。但是。 以后这件事情，两位就不要再插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岳大人已经抓到他了。定坤33年3月24日，也就是失踪案的第七天，剑营司长李之年的尸首在城南水渠被发现。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并未被破坏，但尸体并不完整，其右手缺失，伤口有撕咬的痕迹，不像是一般的野兽。 更像是化形的奇人所致。7日后，李明中郎刘敬亭的尸体被发现在城郊娘娘庙，其左腿缺失，同样伤口上也有撕咬的痕迹。早前老刘在张家别院发现了一名脸上有3到8的奇人男子，其行踪可疑，疑似在探听案发后的形势。据多名证人综述，这个奇人经常出现在抛尸现场，所以他的作案嫌疑极大。 今早我的眼线在及时发现了他的行踪，我立刻召集人马，经过一番奋战，终于把这个奇人捉拿回来了。嗯，只不过眼下并无直接证据，还需要尽快让那奇人画押招供，说出另外两位大人的下落才行。刑讯奇人一事，可有人主动接手啊？ 哎呀，啊，宗师，属下是非常想替您分忧的。好，我这老妖，哎呦，这早上打斗太激烈了，这老毛病又犯了。您知道的。哎呦，我这，哎，启禀宗师，属下也一样，至今伤口仍未恢复。啊，宗师。 我倒想替你分忧，年龄不饶人呐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王天玉，嗓子，我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奇人，瞧把你们吓成什么样子了！胡八道，苏九儿。 哎，因为你看我是眼睛，胡八道苏九儿，啊，你们俩去，啊，我俩，开门，待会儿老规矩啊，我黑脸你白脸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
喂喂，把脚放下来。你们是要打同情牌吗？找一个瑟瑟发抖的女子来生我？我是怕冷。酷暑时节，怎么会怕冷呢？大胆！你废话怎么那么多？好啊，那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讲话了，除非你求我。我这么嚣张，他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你既然落到了我们这个地方，我。喂，你说话可要算数啊！齐人大哥，我求你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也算是互相的行个方便嘛。互相行方便，这丫头有点意思。老胡，你赶紧问。我可听说他们齐人一言九鼎，言出必行，肯定不会诓咱们的啊。听好了。定坤33年3月17日，在张家郊外的别院里，四位前国大人请了你们齐族武姬到宴客厅。据我们调查所知，大人们最开始只是猎奇，想看到齐人化形之后的禁令之物。你们不是会幻化兽形吗？给我们长长眼。官人莫要调笑，九霄城内禁止我们齐族化身兽形，否则可是会被逐出前国的。最近齐族的童谣坊间流传正盛，你们可都会唱啊？会。人人亮亮亮亮，喜欢喜欢。这首童谣啊，就是写你们齐族如何吃人的。唱啊，他们不唱，我们自己唱。武姬走后，四位大人就遭遇了不测，两位遇害惨死，两位不知所踪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凭什么怀疑是我干的呀？我们有证据啊！那两位被害的大人残尸上明显有你兽形齐人啃咬过的痕迹，那就是齐人所为。再说了，你在案发地点频繁出现，不是你是谁？你不会跟我说是你偶尔路过那儿吧？我就是真的碰巧路过的呀。你敢玩我呀你啊，你老胡，你这么问他不就相当于告诉他咱们没有实证吗？你这样，我都听到了，原来你们根本就没有实证。哎呦妈呀，我怎么可以放弃了呢？他们的五感比咱们敏锐多了，对我们齐族还挺了解的。说说吧，还知道些什么？哼，你们齐人五感敏锐，体魄强健，虽然群居，但更喜欢独来独往，怕热，惧火光，喜食内脏。错了，我们其实更喜欢吃人肉。喂，那两个大人的肉，该不是你吃了吧？无趣。谁会吃男人皮糙肉厚的胳膊跟腿啊？那几位大人的内脏确实都全在，所以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吃。但是细皮嫩肉的女子就不一样了，瑟瑟发抖的猎物口感会变得更好，你知道吗？大胆，你少跟我扯这什么吃人肉吃人肉的鬼话，你哄谁呢？我看你呀，你就是利用那首恐怖的童谣作案，你杀人抛尸，这分明就是一起预告杀人案。回答我，另外两位失踪的大人去哪儿了？既然你说我是模仿童谣，那你哼哼看不就有答案了吗？一口咬掉家人手，吐在白河臭水沟；一口咬掉家人脚，吐在城外娘娘庙；一爪掏出家人心，吐在绿荫花柳洲。
我挖完腿脚之后你就掏心了？你要屠宰花柳州吗？这个奇人有点奇怪啊。你猜这会是我接下来的计划吗？他好像比我们更想知道真相，不像安凡，其中必然有诈。大胆！是我审问你还是你审问我呀？哎呀，我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奇人大哥你也别生气啊。坐下，大家少安无躁，别着急，喝口水。不要着急，奇人大哥，审案子嘛，那就是这样的。您刚刚说了那么多话，肯定渴了吧？喝点水。我不碰你们前组的东西。他脸上这是，奇人大哥，喝一口吧。好啊，你这个骗子！嘿，老胡，他就是个假三道板，你看这三道板是他画上去的。好大的胆子！我刚刚就发现了，把你所有的问题你都不好好交代，反而是勾着老胡的话头啊，胡编乱造。哼哼，我看这才是你的目的吧。没想到你还有点脑子。那是，被我识破了吧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，能猜得透我？就你还用猜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快放回家来！姨父，姨父，你要干什么？齐仁大哥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！从来没有人敢往我脸上泼水。那我下次再摔轻一点。还有下一次。哎，老胡，他的目的是卷宗，快拿走！老胡，快跑！哎，啊！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你看到没？你给唬住了，谁的？我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此案与童谣有关，根本就是未定之事。倒是被你们放走的那个奇人，不管是不是真凶，都跟此案脱不了干系。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：一，抓住他，追回案件卷宗，查明真相来由；二，收拾包袱，给我滚出督察位。
花柳州，花柳州，花柳州，花柳州。嗯，可汗，你看得懂吗？哎，殿下，经过我最近努力学习前文，我学会了一点，但他只有一半。你拿反了。啊？放下吧。哦。嗯，哎，给我，这么贵的兵，你竟然舍得给我？殿下，我就知道殿下不说话，但你心一定是软的。我要吃东西。那我去那边。哎，殿下，咱主要不是在朔北，场地有限。不然我肯定不会打扰你吃饭的。你有没有觉得，自从你来了前国以后，废话变多了？还别说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估计啊，我是被前人给感染了。我这几天去打探消息了，我都混进九霄城的奇人堆里了。你打听到什么了？那就厉害了。殿下问的问题啊，就是关键。我听说啊，他们之前对奇人态度还是挺不错的。自从这几个官员遇害之后啊，那九霄城的奇人啊就有点难熬了。我就想了，殿下，这案子会不会是失踪多年的玄奇少主慕言干的？不知道，但右脸上有三到八的奇人，我想不到第二个。这玄奇部素来就不想让奇人跟前人交好，我猜这事儿就是他们干的。我好奇的是啊，这慕言都失踪十年了，哎，这个败将之子又这么多，为何是他呀？这雪苍赤玄四部的高手都在找他，奇了怪了。哎，对了，殿下，如果四部高手都来了，那我们可以先回朔北啊。我说了，不找的人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回去的。哎呀，究竟为什么呀，殿下？你此番亲自前来，是不是想赶在四部高手之前啊？我还听说你从小和慕言就是兄弟。再多问，我就把你送回朔北。那我不问了。但是我都跟了你二十余年了，我想帮你都没处使劲儿。你这次好不容易把我带出来了，我绝对不能给你丢人。那个殿下，你不是说下一个地方要去花柳洲吗？我现在就帮你打探消息。站住！哎，殿下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别赶我走了呗。外面下雨了。哎，我就知道殿下是外冷内热，加凶加凶的。义父，对不起，对方是个奇人，我只能选择第二个了。哦，也不是我不想抓他，可是以我的体力你也看到了，我连切个细外我都费劲。你在督察卫就是负责来混的啊，谋个差事，领份薪水就完了。那你明年不是要这事了吗？我就想着帮你往上窜一窜，那说不定以后还能拿个半路呢。你不要小看了义父，哎，没有你这个小累赘啊，没准我单枪匹马出去也能破了大案，替我们俩保全了这份差事。老胡，你给我制定的保命第一绝不涉险。嗯，你自己怎么不遵守啊？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倒是你啊，你给我踏踏实实地待在督察卫里，这样你和你娘亲的生活才会更有保障。冷了吧？来来来来来，拿着拿着拿着，这破雨，来裹上裹上裹上。谢谢义父。咱们赶紧回家啊，别让你娘担心。义父，你说我娘要是知道我把差事给丢了，你还怕她不高兴？她才不会呢，她没那么事，她会高兴的要死。娘，这屋里这么热，你出去休息一下吧。
我们晚点再针灸。哎呀，休息什么呀？你不懂，泡药浴的时候扎针灸，那效果是最好的。哎呀，别动，我一针下歪了，直接把你扎成二愣子了。什么二愣子？哎呀，娘，你不要太紧张了好不好？我没事的。其实这药浴，娘，啊，你看这药材这么贵，要不然咱们先停了呗。停什么停啊？一天都不能停。嗯，这现在我们的药材不是断供了吗？缓两个月再说吧。没有这药浴啊，你的身体就会一天比一天凉，说不定哪天就下去找你爹了。苏九儿，你爹当初答应我说要陪我生生世世的，结果呢，撒手就不管了。你可不能对我撒手。我女儿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，脉搏微虚，体寒如冰，五感也在退化，我真担心她挺不过去，麻烦您请王神医帮我看一下好吗？你拿五两银子做诊金，王神医自然会为你女儿瞧病的。我现在是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银子，等有钱的时候我给你们。王神医，其实我也是大夫，这是我的医术低微，我瞧不出我女儿的病理，求求您看一眼我女儿吧。赶紧滚滚滚滚，带着你女儿一起滚。你干什么？别碰我女儿。九儿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不会放弃你的，你要挺住啊。嗯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娘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好，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话，好好的调理身子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好好的黏着你，绝对不撒手。嘿嘿，大夫在吗？是我，我是阿布。嘿，这老奇人，来的正好，半个月前的诊费还没给呢，我今天啊，非跟他要回来不可。我上回就跟你说了，你呀、啊、得的是骨病，不能再去码头拉货了。你说你这人怎么就不听呢？不出去拉货，我和我儿子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原本九霄城的旗人也就只能找些体力活干，可近日传言前族大官被我们旗人所杀，东家对我们的成见就更大了，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。我劝你一句啊，你呀、啊、还是找个别的工作吧。你要真废了，你家卡卡怎么办？秦大夫，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给你开点药，外敷一日三次，内服一日两次。谢谢秦大夫。就这么一点了？哎呀，算了，不管，先用了吧。药铺入不敷出，那丢了差事不是雪上加霜吗？不能让娘再为我受累了。老胡，我改主意了。你改什么主意？我也要去抓那个假扮疑犯的旗人，拿回卷宗，保住咱俩的饭碗。不行，这事太危险了，我不能同意。那也行，你有权利反对，我一个人抓的。抓个屁呀、啊！抓！你看你这个身子骨。啊，你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你昨天提审犯人还突然犯病晕倒了，你这个身子骨怎么抓贼呀、啊？还是个奇人。岳父，我有脑子呀，反正我想好了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必须把那个情人给抓住。豆浆来喽！不给他！退下！你这个猴孩子，你昨天晚上脑子还好好的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这脑子不好使了你！哎呦，你手上那是油！哎呀，坐下，你快坐下。义父，当年都是托您的福，我才端起了督察卫的饭碗。虽然说俸禄不高，那也相对稳当呀。那再说了，万一哪一天我突然间嗝屁了，那我娘还能拿到一大笔丰厚的抚恤金呢。赶紧摸木头！瞎说什么呢？胡说八道！就像你这样的小祸害，活得肯定比义父长。哼，你义父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跟我一起擒下那个奇人，好不好？
就这么说定了。从那个奇人的话头来看，他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，就是那个三到八奇人的去向。他故意引你说出童谣的下一句：“一爪掏出佳人心，吐在绿荫花柳洲。”这么说，他肯定也认为这个三到八的奇人会出现在花柳洲。你别再说了，同样的话我都听了一天了，有什么用？哎呦，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花柳洲到底在哪儿啊。有进展了，殿下，殿下，殿。殿下，我在九霄城找了十几个脚夫，让他们好好想了一下这个关于城中与这个花柳洲相关的地名，我可都记这上面了，我放这儿了。花柳巷，花柳塘。这些地方都在哪儿啊？你又在哪儿啊？哎呀，这里还是不够凉快啊！齐国已经算凉快的了，万一以后哪天你要去前国，你不得热得嗷嗷叫啊！我才不会去什么前国呢！哎，给自己找什么罪受啊？我倒是想去看看。你不是一向厌恶前总吗？了解你的敌人，才知道如何打败的。十年了，你到底在哪里呢？那个三到八的奇人，是你吗？如若真的是你，你做这一切又是为何呢？非要让我大哥和九儿去查一个什么无关紧要的奇人？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严总使啊，就是想赶他们两个走。六王，今儿还去花柳塘搓澡？嗨，反正也没什么线索，去放松放。站住！靠谱的老虎。
拿个破木棍就想要对付我？哼，我可是有备而来的。这位大哥，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它有点热吗？使诈是吧？你就不怕我吃了你吗？那你来呀、啊，来来来，打我呀！你动动，还说想要吃了我，那你来呀、啊，你动一个试试。你动不了了吧？你动不了了吧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快来打我呀！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你过来呀！你死定了！你撒手！这是著名的迷香粉。不会吧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？喂，你又怎么了？还想使诈？喂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突然晕倒了？你把我解开你再晕啊。不舒服。
好舒服啊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手怎么那么冰啊？他的身子好暖和呀。是他救了我。为什么一碰到他就觉得可以恢复一点力气呢？上来。